别在车子之间嬉闹。绝招！看我的！好冰啊！真的很对不起，穆斯提先生。没关系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路易斯先生的新家在哪儿？我知道啊，就在那边，蓝色屋顶那家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了。再见，穆斯提先生。你爱比看我，还不快承认我比你厉害！等等啦，我没水了呀！那又怎样？哎呀，这么多人来道贺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停车的地方。如果在小巷子里摆这么大一个告示牌，很有可能会挡到司机的视线，酿成车祸的。我没想到，我会调整的，玻璃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这样子把车子随便停在斑马线的旁边，会挡到过马路的行人哦。抱歉，我没注意。好了，你可以过了。如果你迷路，可以问我。真的吗？道格躲哪里呀？看我的！找到了！这边有好多车哦，道格一定就躲在这些车中间。蓝色屋顶的房子在那，看到了，谢谢你，玻璃。那么我先告辞了，再见。怎么这么多车停在路边啊？好。没事吧，凯文？玻璃！凯文、道格，你们怎么可以在马路上玩呢？太危险了！对不起嘛，玻璃。在车子间乱跑很容易发生意外，尤其是停在马路两旁的车子，更是要小心。真的这么危险？对，如果像你们刚刚那样在车子间乱跑，司机很难看到你们。就算看到了，也不一定来得及刹车。不管是普通的巷子、停车场，都要先确认两边邻近的车子，确定他们是静止不动的之后，再慢慢走出来。还有，就算走斑马线，也不要突然从公车前面或是车子之间冲出来哦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这时候会不会有车子开过来，所以不可以再这样了，懂了吗？知道了，玻璃。时候终于到了，决斗吧，道格！好啊，我们一起数到三就开始。没问题。